这个牛行上涨的太快了，特别是改良品种，这个像新达尔这牛，这个价格涨得让人接受不了。特别这个母牛啊，它不是论斤儿啊，都是论个卖的，主要是就是看质量，一分钱一分货。眼前这俩小母牛啊，一个要18000的，那个要17600。17600那个有人给出价17000，现在正在讨价。那这个想卖，那不就卖了吗？哎，对。啊，要我那阵我微信。这些钱给给我，你看出去。7600。我不做卖，他买的。那不也等不是？你看我说这些钱给我，他换脑瓜，他。行。里边那个啊，里边那个，才100块钱，这么大玩意儿。你俩不好整啊？你俩不好。卖牛的少不了17600，这个买牛的就给17000，这不大伙正在给这个圆盘呢啊。成交了，成交了，17400成交了啊！